哎，回来。你在吊地上见着人一身影，把手机打开啊！干嘛？手机打开，左右晃动啊！嚯，真改演唱会了！快点，快点啊！哎呀，来一二啊！我还真听了、啊，哎呦，还真亮哎！哎呀，那个不是 iPhone 的，放下。哦，楼上还有星星点点的，有没有掉下来的？你们太让我感动了。啊！啊啊啊啊！就你们坏人，非得给我们丫头招哭了。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我是一个男人。我没忘啊！啊！哎！你的死亡，你们是真有瘾，你们。楼上跟闹鬼的似的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一个一个说，一个一个说什么？啊？好，我马上到时间，咱们就结束了，不着急啊！我听见了，大家伙喊什么的都有，有让孙老师唱一个的，有唱，有说送新郎的，什么都有。今天这样。咱规规矩矩按照这个节目来，我们先给您唱一个春天里，我们唱完了鞠躬下去，然后我们再恬不知耻。这有意思吗？这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，但是这是惯例啊，给您唱一个我最拿手的歌曲《春天里》。好，你应该问呢。啊、嗯，嚯，你还会《春天里》呢？你问呢？嗯，你还会春天里呢？那是，哎呀，长能耐了。哎，注意听啊、嗯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也把手牵。你把妹妹放开。啊？什么把妹妹放开呀？废话，啊，这是春天里吗？这个是啊，这不打花轿吗？春天里，唱春天里。啊、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。高高的太阳当头照，照到我的破衣裳，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，有意思吗？你是不是打狗宁吃多了？对了，哎，你们家打狗宁口服的呀？那怎么的呢？您叫春天里，春天里，汪峰，汪峰的春天里、哎。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。